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存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存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；皈依达摩，立于中存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00页第二行，课题见贤思齐。下面分三段。第一段，文说欢喜。请看经文：佛说阿弥陀佛，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此王子就是阿舍王子，与五百长者正是现在与当来一切寒林之典范。这一句话，黄念祖老居士说的，确实，你看前面世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修学功德圆满之后，在西方世界示现极乐世界，又现正报，一真庄严。特别告诉我们，经现在说法，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的，是每一个阶段，每一个层次，他都修到功德圆满。功德不圆满，不能向上提升，这个要记住。好比在学校读书，小学毕业是小学的功德圆满，这才能升中学。中学毕业，中学的功德圆满才能提升到大学。如果在自分我们现前这个地位上没有圆满功德，不能向上提升。
这个当中啊，有障碍呀、啊，障碍决定不在外面。凡夫所感受到的障碍都是从外面来的，有智慧的人他看得很清楚，障碍决定不是从外来的，是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不留心不谨慎所造的不善业。往往这些不善业自己没有觉察到啊，以为自己很不错啊，所以那个障碍永远不能够消除，这一生够受的，来生继续还要受。不能不认真把它看破。啊，看破就是真正觉察到，问题是在自信，不在外面境界。如何断烦恼证菩提，回头是岸。啊，要把自心里面烦恼断掉，自心烦恼最深的地方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我们的念头太粗了，微细的念头不知道，细到什么程度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十万，320兆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这一弹指320兆个微细念头，不但我们不知道，阿罗汉也不知道，辟支佛也不知道，没见性以前的菩萨都不知道，见性知道，还没见到，什么时候见到？8地以上，啊，你证得8地、8地、9地、10地等觉、妙觉，这5个位次上看到了，清清楚楚。才有能力断它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用功，无明烦恼是用不上的。我们用功用在哪里？用在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。见思烦恼是小乘阿罗汉所断的，所以我们要从次第上来，慢慢向上提升。阿罗汉等于小学，辟支佛是中学，菩萨是大学，等觉是博士班的，妙觉学位拿到了，无上菩提学位拿到了。
不能立等，无法立等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修行要老实，要守本分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功夫全是在看破放下，看破是智慧，智慧不从外来，从内来。从哪里来？从清净心来。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，清净心现前了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阿罗汉真是智慧，六道凡夫没有智慧。为什么？清净心没现前，即使生到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心还不清净。他真的是放下了，无明没放下，那不开智慧也，司空天的人。有放下了，空没放下，他执着空啊，是生死空天的、啊；执着有啊，生死禅啊。欲放下了。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七情五欲放下了，生色界天不容易了。如果贪嗔痴慢疑没放下，七情五欲没放下，生欲界天。欲界最高的他化自在天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学佛凡夫其如境界的条件是老师啊，老师重要，没有老师我们自己会走很多弯路，很辛苦。老师知道，对老师要有信心，依教奉行，就省了很多冤枉路啊。你这一生有可能成就。古圣先贤
没有私心的，大公无私，以真诚心待人接物，不一样啊！教给我们什么总的原则？总的指导纲宗，就是四句话：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就这四句，你相不相信？我的老师传给我，我今天传给大家，这四句是真实话。没有一个字是假的，这四句话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所有成功的人都是走这条路。你只要试试看，你就发现效果不可思议。啊，四句话知道了，那么对你成败有影响的，就是环境。这包括生活的环境、学习的环境。那生活艰难，没有人护持，三餐饭都吃不饱，你能没有忧虑吗？你能没有妄想吗？啊，真的没有妄想，没有忧虑的，那就不是凡人了。凡人做不到啊。啊，休息。会不会见异思迁？能不能突破障碍？方法是一门深入，真的也不行的。怎么学？读啊，读一千遍。啊，我们看到榜样，刘素云居士是一个榜样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念了十年，到现在是20年了，一天10遍。经念熟了，念一遍大概30-40分钟。啊，10遍只需要4-5个小时，
其余的时间念佛的名号阿弥陀佛了，日夜都不曾丢失，他成功了啊！他有没有开悟？自见就是开悟，不需要听别人讲，不需要看人家注解啊，自己就通了，就明白了，然后再听讲，再看注解干什么，对对号，看看我悟的跟他讲的意思相不相同，相同正确的，用它来做印证呢，啊，譬如说《华严经》，我明白了。我在讲之前，要把清凉大师的疏钞翻来看看，李长者的后论翻开来看看，看什么？对一对，我悟的跟他所注解的意思一样不一样？语言不一样没关系，意思要一样。啊，那清凉李长者就是我的亲教师，他给我印证了。他虽然是唐朝人，华严经疏钞在我桌上，那要没有十年，没有二十年，怎么行？啊，一辈子不要求开悟，因为那个求是个妄念，是个障碍，这个东西要把它拔出，没有求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啊，自然而然，明白了。意思出现了，这个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那人物有没有现象？有，小悟心地清净。清净心现前，把这个世界五欲六尘明文利养啊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放下了，完全用真诚恭敬来对待，就是礼敬祝福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，自然的，没有丝毫勉强啊！啊，平等心现前了，就大悟了；清净心是小悟。平等心是大悟啊，平等心是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就不平等啊。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，
遍法界虚空界，一真庄严，都是自性功德流露。诸佛菩萨功德流露，一切众生功德流露，也是自己的功德流露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大智慧了，如果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彻底觉悟，见心成佛啊，这个佛是华严原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师，净土教理一心不乱，这是功夫达到最高峰啊。将来往生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那我们要是对于佛菩萨教学的理论、理念、方法不是很清楚、很熟悉啊，真正肯定那是真实智慧，我们认真学习，不敢放弃，这才能成就。啊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这不能成功，要锲而不舍。像海鲜老和尚念佛，一句接着一句，不曾丢失，这是功夫。功夫越深，心越清净，越平等。啊，清净平等就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啊，智慧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阿舍王子这些人生生世世三宝弟子啊，啊，这一生当中福报很大了啊，出生在贵族家里，啊，听了佛讲无量寿经，听到这个地方，世尊等于做报告，把阿弥陀佛怎么样修成啊，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干些什么，讲得清清楚楚啊，他们听到了没有一个不欢喜。那么这个欢喜非一切世乐可比，世间的快乐没法子跟他相比他们欢喜的什么？乃因弥陀究竟圆满，自己修行功德圆满，
建立道场功德圆满，戒淫众生、教化众生功德圆满，不但圆满，究竟圆满。究竟是帮助众生的，圆满成佛了，这才究竟呢。就超世稀有之大愿而喜，弥陀的愿大了，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。上面从等觉菩萨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平等普度。那只要这个众生能欢喜接受，佛一个都不会漏掉的。啊，所以跟阿弥陀佛的缘怎么结的？就是我相信，我情愿，我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我情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啊。那么今天在末法时期，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频繁，人生在这个时代没有安全感，贵而不安，富而不乐，没有快乐。富贵人比我们还可怜呢，他天天担心啊，怕他的富贵也失掉了。那我们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这个不操心啊。啊，操心的什么？烦恼习气，无量劫熏习成就的，断不掉啊。啊，怎么办？这经上教我们一个方法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重要的是一心专念。啊，妄想杂念烦恼一开，不要理会，他起来了，随他起来，那是习气，拦不住的。随得起来，啊，注意力转移，转移在佛号上，那就对了。啊，专注在佛号，啊，不管是什么烦恼，不理会。我们专注在佛号，不用多长的时间，烦恼就不见了。只有佛号现前，好啊！要不得养成习惯。啊，弥陀稀有的大愿，我们有份呐！啊，跟阿舍王子一样啊，听了欢喜啊，为弥陀。圆真菩提，大愿成就而喜，为弥陀证此究竟方便，
以持名妙法普度一切众生而喜。这个欢喜有理的，有道理的。举几个例子，为我等于当来一切翰林，借以此法以度生死而喜。你看，并为我等亦可辗转教导众生普令度脱而喜，故此喜世所未有，故曰大欢喜。真的，世间找不到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读了上面的经文，这种欢喜心有没有升起来？没升起来。要不是念老在这一段提示，我们只含糊笼统的一个闻之皆大欢喜，含糊笼统。说不出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啊，这个欢喜最重要的，我自己有份啊，不是与我不相干，与我不相关，我欢喜有什么用处？啊，与我的关系太密切了。因为阿弥陀佛在西方所示现的净土是为我而示现的，他今天在极乐世界今现在说法是为我说的，我感恩欢喜 啊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往生的心要恳切，不但恳切，而且求早一天往生，我们才对得起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怀念我们，我们把阿弥陀佛忘掉了。啊，下面持花功夫，过持以金花盖，具到佛前作礼。以花盖上佛衣，啊，盖宝盖，作为供养佛的礼物，啊，把这个宝盖献给佛陀，做礼是礼拜。礼敬供养，表忠心尽信。啊，佛所示现，佛为我们所示所说的，完全相信，没有一句怀疑。无论我听懂，或者没听懂，都不怀疑。凭什么？凭诸佛如来究竟彻悟啊！化身菩萨就大彻大悟了。妙觉是究竟彻悟，圆满的彻悟，
他讲的我听不懂，是我的业障很重。障碍了我们的文心，过失在我们自己这边，不在佛那边。佛那边没有过失，都在自己，所以自己要生惭愧心，要消业障。业障怎么消？一句佛号就能消业障。要相信啊！这一声佛号，消80亿劫生死重罪。这话你相不相信？半信半疑，不能不信，又不能全信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我没做到，没做到就是不信。真相信了，哪有不念佛的道理？啊，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常常念佛，常常中断？心出了问题，要知道。啊，这个问题如何补救？读经。不是叫你听讲，叫你读经。啊，听讲管不管用？经读透了，听讲管用。讲的不好也管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见性，你见性，反复在讲经，你这个耳朵听进去，等于诸佛如来亲自讲经，没人呀？为什么？你的真心把它转变了。啊，讲经的人自己没有感到，你听了大彻大悟啊，妙不可言的，自性功德不可思议。这是道理之所在。所以什么最要紧？不信佛的人要听经，听多了搞清楚了才相信。啊，已经信佛的人读经比听经重要。为什么？着重在修啊。修什么？修三昧。三昧怎么修法？把内心里面一切染污放下，一切分别执着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七情五欲放下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那是什么？一句佛号就行了。
徐海贤老和尚真修真行，啊，所以听经就不是最重要的了。听经是戒因初期，是招生，招生招来之后要上课，进教室进课堂去上课，啊，不要再搞这看这些广告了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听经要听到开悟啊！啊，它有三个层次，自己要清楚啊。第一个层次，清净心念出来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啊，第二个阶段，尘沙烦恼断了，第三个阶段，无始无明破了，所以非常明显的，你能感到的。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是菩萨啊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了。三个层次啊，往生第一个层次清净心，生。方便有余土啊！第二个，平等心现前，生方便有余土上三品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生十宝庄严土。一定往生呐、啊，品位高啊！啊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努力念佛。啊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一直念下去，其他的统统放下。海贤做出最好的榜样，故。上注句，经文上面这几句，表智心心要，文殊欢喜啊！啊，智心是真心的，真诚心。对经上字字句句深信不疑啊，欢喜接受就是乐啊。再看下面经文，戒曰如佛，这发愿了啊，却做一面听经。佛在讲经，他们坐在旁边听经，心中愿意。令我等做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
记住这个地方，心里头有这个愿，动这个念头，没说出来，我们看念老的主题，却作听经以下，表希求佛智，闻法无言作也。闻法永远无限，永远不满足。换句话说，永远听不厌的。这个不可思议，这个太难得了。我们今天看看上课的时候，讲经讲学，听众坐在那里不能专注，心浮气躁，听了几分钟离开了，有离开一会回头再来，有的离开他就不回来了。多每堂课都有不止一个这什么烦恼习气特重，刚刚初学还没入门如果善根深厚虽然做的听不懂，没什么兴趣，听不懂，他还常常来，来熏习。慢慢，一次比一次进步，一年比一年进步，好现象啊！听多了，慢慢就听懂了。戒淫初级，还是要靠讲经。真正修行，一定要读经。这个话，诸位要听清楚。真修行，真成就，要读经。讲经你已经听懂，已经相信了，已经愿生净土了，不要再听了。读经要紧，读经是什么？修定，修念佛三昧。这个定有三个层次，功夫。第一个层次是小定，清净心现前。第二个定是大定，平等心现前。这都叫念佛三昧呀。最后的觉，那经体上那么清净平等觉嘛，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个重要啊！那是理业心不乱的。大悟是事业心不乱，彻悟是理业心不乱。得定是功夫成片。决定往生，而且往生品位高。即使是凡圣同居土，也是上三品往生。
啊，那么他们的愿大，令我等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注解上讲，见心思起，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希望我将来的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是愿我之大愿、大贤、大慈、大悲、大智、大力，如是一切皆能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全心全力向他学习。啊，他的这些愿行、慈悲、智力在哪里？都在这部经上。你慢慢去读，读上千遍，明白了，无量欢喜啊！再念一千遍，更深入了，又深了一层。啊，三千遍读后之后啊，法喜充满，遍数越多，你越欢喜，无有止境啊。经里头的意思，其深没有底，其广没有边，啊，读一万遍怎么样？一万遍不说，哇，超过九千遍了。可是比起一万二千遍的那不如啊。真一回头，啊，这一步一念通了，念到大彻大悟了，不但是释迦如来四十九年讲的切经，告诉你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包括阿弥陀佛，他们所说一切经。你全通了啊，任何一步拿来你一看全明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自信本来如是，自信其深没有底，其广没有边，自性本具的智慧也如是，自性本具的德能向好也如是，然后你才晓得学佛终极的目标在哪里，在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不搞世间名闻利养啊，啊，不争世间这些名利呀，全是假的嘛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你要这干什么？祖师大德的传人，祖师大德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没有啊。慧远大师没有想当初祖啊，初祖是后人呢，尊重他说的，他自己没有这个念头，我来做初祖啊。
那还有这个做处主的心的时候，名利还没放下了，啊，那么现在好了，中国佛教八个宗都没有传人，所以你传哪一个宗，就是那一宗里的中心的主师。讲华严没有了，你现在一生搞华严，啊，将来华严宗一定肯定你，你是华严宗中心的主师。啊，天台宗没有了，法相宗没有了，三论宗没有了。那律宗也没有了，啊，净土宗还有，你要晓得，这是世间法，不是出世间法。你要把这个地方放在心上就坏了，不但祖师当不了，恐怕极乐世界都不能往生。你看你的损失多大，不能有这个念头啊！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知足。金刚经说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祖师大德的封号是非法，佛在经上没说的啊，这是我们世间人凭着世俗这种恭敬这份感情啊，尊他哎，为第十四代祖师、十五代祖师，是这么个意思来的。他自己没想到啊，啊，净宗慧远大师出祖，开山祖师啊，古人说集成人应该是昙鸾，昙鸾之后道绰，道绰之后在山头啊，这古人说的。杨仁山改定的佛教三字经里头还保留着这个说法啊，所以下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都说应该把这两位大师补进来啊，他们被疏忽了，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在当时没有在中国流通，而被日本的留学生被他们带回去了啊，现在在日本发现又传回来了。啊，凭这些东西，他们的确，啊，应该是受人尊敬的，啊，我们应该肯定他，这是一代祖师。他们的愿行慈悲智力，集成本师阿弥陀佛，啊，住真实会，设净佛国，普利有情，世界正法菩提心也。
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住真社会，真社会不是学来的，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啊，心清净到一定程度，它就放光，它就透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你读经什么意思，自然就明白了。无需要求助于别人，啊，自然感通，清净心能感，佛菩萨加持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记住，摄尽佛国普利有情，那最理想的事情就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啊，找一个小城，找一个村镇，啊，就像大型的弥陀村一样，现在我们小弥陀村，啊，有一个城市，把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我们在这个小城里头落实。小型极乐世界的模式啊，好啊，啊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的。我们早年曾经想过，希望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示范点，啊，我记得我在梵蒂冈访问的时候，给陶然主教，啊，陶然主教是梵蒂冈的主管外交的，啊，像外交部长一样，我们去访问他，接待我们，我们曾经提出这个建议，啊，这是真正发菩提心的，菩提是觉悟的意思。真觉悟了，真觉悟了，要学阿弥陀佛。学阿弥陀佛，真正觉悟了。故我等闻经之人，皆因如是。啊，阿舍王子带头，我们要跟进。啊，看到他们感动的发心，我们也应当感动发心。啊，故我等闻经之人，皆应如是，信要离尽，发无上心。啊，不能落在他们后面了。那我们看下面经文，佛为受记，第一段，受记作佛。佛即知之，他上面所讲的都是他们在动念头没说出来，啊，阿舍王子的，啊，供佛礼拜，啊，
心里头有愿，没说出来，没说出来，佛完全知道，所以佛界知之，如来悉知悉见。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如来悉知悉见。除了如来悉知悉见之外，再告诉诸位，还有一些鬼神、天神也是悉知悉见。所以心要善，语要善，行要善，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看到欢喜啊，我们要真的学习，我们要真求生极乐世界，真求生这个地方要真放下，不放下去不了啊，要真放下。啊，告诸比丘，是王子等后当作佛。阿弥陀佛给他们受记了。啊，下面念老引观经的经文来给我们作证。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相中，一切众生包括你我在内呀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佛菩萨知道，啊，下面这念老的话，是以人心与佛心，无毫厘许间隔，故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啊，大众发心，佛界知之。不但佛知之，马上给他做证明。是王子等，这个阿舍王子，这一批人，后当作佛，这是给他受记。啊，当然他们会作佛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以后哪有不作佛的道理？啊，作佛的早晚，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。我想早一点见佛，作佛，那我的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我这一生就作佛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就作佛。那佛保证你在极乐世界一生成佛。
啊，所以经上这两句话，是王子等后当作佛了，这是佛给他授记，表愿力不可思议。这个愿力是二舍王子他们这些人的愿力。那我们发愿往生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愿力。啊，我们的愿力跟二舍王子的愿力没有两样。佛知道他们，为他们受持；佛也知道我们，也为我们受持。啊，普贤，以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弥陀以四十八愿戒引众生，一切皆赖信愿行为资粮而等平安。是故显安大师说：“修行即悟，离愿俱现。”这两句话很重要。啊，修行最急的一桩事情是什么？发愿。就是愿生净土。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时时刻刻想着愿生净土。不能时刻，最少早晚。早晚课就是为这个事情。早晨提醒自己，这个愿不要忘掉。晚上反省，我这个愿在第一天当中有没有兑现？真正发愿的人，对娑婆世界一天比一天淡薄。对往生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浓厚。那么对待一切众生，肯定像海贤一样，像海贤的母亲一样，给社会大众一些熟悉的人做出一个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好榜样。那起心动念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大众，帮助他们提升信愿，帮助他们提醒念佛，念佛重要。比什么都重要啊！那念老在此地讲啊，一切都赖信愿行，行就是念佛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经上教导我们。尔等平安了，啊！记住显安大师的两句话：愿要恳切，啊！我非去不可，我来生哪里都不去，就是要去极乐世界。底下一段是说明彼此的缘分，缘深啊，请看原文。
必于前世诸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。迦舍佛时，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故，佛像之也。啊，这是世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明过去的因缘，阿舍王子的过去啊，前世也是修行人，诸菩萨道啊，无数劫来，时间久了，曾经供养四百亿佛，所以有这么深厚的善根。啊，听说佛讲经，就能受这样的感动，发愿求生净土。与《大乘经》上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往生净土的人都不是偶然，都是过去无数劫来供养许许多多诸佛如来啊。啊，这一生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又得到过去供养的那些诸佛加持，我们才会生起信心，才会发愿求生净土。如果没有过去这样深厚的善根，信愿生不起来呀。我们只要稍稍留意，就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啊，我闻法到现在64年，啊，33岁出家。我出家就讲经，教佛修院，别的事情没有干过。到今年57年，没间断了。啊，一生没到场，所以也就没有常住啊。啊，幸亏得到同学的帮助，啊，建立一个卫星电视频道，啊，建立一个网络。啊，用这个方式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。啊，虽然不是面对面，跟面对面没有什么差别。这个方法好啊，完全跟着时代走啊。这个时代崇尚科学技术，我们利用科学技术的产品来做弘护正法的工作啊，那么听见的人懂。如果没有过去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遇不到这个机会啊。只要是遇到的，
哪怕一生当中听一次，都是缘分。那未来世会听到两次、三次、十次、八次，生生世世会提升呢，会增长啊。那到哪一天，我们也会一样，像阿舍王子一样，有那么深厚的善根，就得到无量无数诸佛如来的加持，能心能愿了，一生圆满成就。啊，所以供养四百亿佛，加舍佛的时候，那个时段，阿舍王子这十几个人都是师尊的弟子啊。这一生呢，又遇到了，啊，他们来供养我，啊，恭敬供养，哎，又遇到了，表善根与因缘之不可少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懂得与一切众生皆法缘。皆善缘，善缘当中最善的是法缘，法缘里面最善的是阿弥陀佛这个法缘。我们大量的将阿弥陀佛介绍给大众啊，啊，把它翻成外国文字。介绍给国外的有缘同学，这是普度众生，没有界限的。啊，希望大家在这一生当中都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，都能明了四十八愿，普度大众。啊，只要我们信愿持名，没有一个不得度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那缘不足呢？不是可以补啊？怎么不发？你看海鲜92年，这一句佛号没有丢失，全都补足了，补到圆圆满满。你看他往生多自在啊！欲知是知。自在往生，不要人作念了，自己念佛往生了。啊，有不少人愿意给他作念，他通通拒绝了。啊，告诉大家一句话：作念不牢靠。靠不住，我自己念佛往生才靠得住。他给我们表这个法，我们要懂得了，真有把握。把握从哪里来的？
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不间断，不怀疑，不加杂，不间断。啊，念多久才成功？我们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看《往生传》，大概都是3年就成功了。不要太久啊，3年可以补足啊，3年1000天呢。这1000天念佛可以补足我们过去生中啊念佛所不足的这些条件啊，3年可以补足啊。勇猛精进，3个月可以补足。往生传里的记载的宋朝迎科法师，他是3天3夜不足，他是出家人，不守清规，破戒，无恶不作的出家人。他要不往生，决定堕地狱。他想到地狱苦，拼命念佛，3天3夜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啊，拼命念佛，真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佛很慈悲，告诉他，你还有10年寿命。啊，10年之后，你寿命到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啊，盈窟突然聪明了，求阿弥陀佛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往生。啊，他的恳求，佛很慈悲，答应了，就告诉他，那好吧，3天之后我来接你。好，永可欢喜啊，这佛亲口答应3天之后来接引。啊，他把他的房疗房门打开，啊，告诉大众，我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佛告诉我3天之后来接我往生。大众不相信了，啊，你这个破戒无恶不作的出家人，你该堕地狱，你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你看，3天3夜把他堕地狱的罪业化解了，那忏悔忏除了，勇猛精进的3天3夜，功德跟一般人念佛3年没有两样啊。古人为我们做的事情，为我们做的榜样，目的是什么？帮助我们增长信心。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！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。啊，那经上给我们讲的，比这个还有更殊胜。临命终时，那口气没有断，还在。啊，一生造的罪业，这个时候要真正能相信，
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十句阿弥陀佛都能往生。有凭有据，就在本心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啊。有榜样啊，潮州谢总的父亲做出这个榜样给我们看。他父亲不相信佛，儿子学佛他也不禁止，个人搞个人的啊，没念佛，真的临命终的时候立断气不到两小时，儿子孝顺，最后劝他爸爸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你相不相信？爸爸点头，过去是摇头再点头。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你相不相信？点头。对，那么我念阿弥陀佛，你跟着我念啊，发愿求生净土，好不好？爸爸点头，他就带着他爸爸念，念不到两个小时就断气了，真往生了。啊，那一天送告别的时候，有1000多人，有很多人看到佛光，看到莲花，看到他爸爸往生。这个经典字字句句是真言的，没有一个字是假的，没有一句话是骗人的，全都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每天都要注意啊，像这些地方给我们的启示，真的遍遍感受不相同。变数越多越好啊！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跟自己的心得起了相应。这个时候心里头生智慧，不生妄想了，不生烦恼了。所以善根、福德、因缘不能少。我们修的不多，可以补，勿补。我们看到3年不足的，1年不足的，3个月不足的，还看到盈科3天不足的，完全看我们的真诚、勇猛、精进。这一生的机会怎么样也都要把它抓住，决定不能放松啊！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全是假的，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不要去想这些东西，一心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最简单的想这一句佛号，念念不离这句佛号，好啊。
啊，下面引本经复会时文凭里面说，若不往昔修复会，于此正法不能闻，一乘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心次死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能遇到这部经，复能信受，则绝非小缘，该由于过去生中非于一佛二佛而种善根，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，这个我们要相信了，不能不相信了，这是真话。要相信我们自己跟佛的缘很深，啊，只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被名利诱惑，越迷越深，回不了头了。啊，什么时候会觉悟？我们这一口气断了之后，中阴身见到事实真相了，才恍然大悟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为什么会堕三途？罪根什么人结的？罪根三宝结的，罪根众生结的。啊，为什么你障碍佛法？你破坏佛法，你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让许许多多众生的闻法的这个缘被你打断了。从这一切的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从初发现，老师就常常叮咛教导啊，特别是张家大师跟李老师，啊，方老师他不是出家人，他虽然学佛，他毕竟是个学者，我对佛法兴起信心是他的建立，啊，不是他，我们跟宗教一生可能都没有缘分啊，这是得力于他的教诲啊，他给我开了一门课，佛经哲学，我从哲学进入佛门啊。可是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啊，张家大师三年给我扎根了啊，告诉我佛门弟子时时刻刻要存善念，不能有恶念，恶习气一定要把它改掉，要把它放下啊，一生要真正做到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。
啊，一生不跟人对立，啊，这是佛法五种见惑里头的边界。边界就是对立，为什么不能对立？因为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谈经大家都知道，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？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什么？就是整个宇宙，啊，全宇宙从哪来的？是自信所生所现的。谁的自信？一切众生同一个自信，上面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下跟一切众生同一个自信呐、啊。那换句话说，是一体呀、啊。啊，一体怎么可以对立？啊，会跟人对立，决定迷失了一体。你看看，五种见惑断掉，才能证虚脱还苦，真正入佛门。啊，这个东西断不掉，入不了佛门，永远在外面，出家也不行，也是门外。五种见惑，第一个身见，不执着身生活，好啊，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法的定义讲我有主宰的意思，自在的意思。这个身有没有主宰？没有啊。我想年年十八，能不能做到？不能。一年比一年衰老，完全不能做主，完全不能自在。你受很多的约束，哪来的自在啊？这是假我，大家误会以为用我，错了，都把身当作我。啊，这个我把真我障碍住，这个我放下了之后，有真我。真我是自信的，自信有四德了，常若我净。啊，般若里头有常若我净，化身里头有常若我净，解脱里头有常若我净。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啊，所以不能跟人对立，别人跟我对立，我跟他不对立。恶意批评我的，回报我的，障碍我的，甚至陷害我的，我都给他们立长生牌位。啊，每一天我们讲经念佛都给他回向了。这是老师教给我的。啊，这一生他对我有误会，来生就不会了，就化解了。如果我有怨恨，
啊，我还要批评他们，来报复他们，这就错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那个就苦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想到这些不善的人、找麻烦的人、啊、陷害的人、障碍的人，都是诸佛菩萨。为什么干这个事情？一时迷惑，这是真的，一念不觉产生这些误会。这些误会对我没关系，因为我没有接受，我还是感恩啊。为什么感恩？他替我消业障，他造许多罪业，将来很可能要受果报啊，这果报都不善啊。我们念经讲经给他回向，希望减轻他的苦报。我们没有丝毫怨恨啊，所以学佛的人一天到晚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啊。冤亲债主是我们回向超度第一个排列，他们排在第一排啊。啊，对我好的、对我支持的、护持的，摆在第二排。第一排是度冤亲债主。这个用意很深的 啊，总是希望他们能够不躲三我头啊。如果实在过失太重了，这个不是跟我借的，刚才讲了，是跟佛法借的。你破坏正法，障碍正法啊，另一些学佛的大众听经这个语言断掉了，这个罪很重啊，这个没办法超度啊。经上讲的我们要相信的啊。最后这一句，众皆随喜，施诸比丘啊，闻佛言者，莫不大喜欢喜。注解说：故业应如阿舍王子等闻经发愿，持六字之德号，就是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入一尘之愿海，辗转教授同证弥陀也。这是戒愿作佛第十品啊，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啊。我们念了之后，要跟与会的这一些大众，跟阿舍王子一样，要向他们学习，要发心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啊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